上帝拣选的百姓，引领伫黑暗的世界，代代以来对光明的前途无存什么愿望。总是伫上帝安排完美的时刻，弥赛亚特别降临来完成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应允。行伫黑暗中的百姓，上帝的光要照因。就是伫第六个月时，当上帝差遣天使加比列去到加利利的小城市拿撒勒，对大细路显现，伊就是已经配定着予大卫嫁予的约瑟的玛利亚。天使对伊讲：“无你惊吓玛利亚，因为你是得到上帝大恩的，你要生一个囝，就叫伊号名叫耶稣。”